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讲的是印顺导师《中观经论》啊，那么第七章啊，第七章的题目呢是有时空动，有没有？啊，为什么会谈有时空动呢？啊，因为我们说《中观经论》其实是为了解释什么龙树菩萨的中论。那龙树菩萨的中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龙树菩萨已经揭发所谓的什么八部，有没有八部啊？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四对的不二啊，叫做不生不灭嘛，对不对？哦，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哦，那这里这个生灭呢，也就是有来看待这个生灭哈，长跟短呢是时间的问题。意义呢是空间大小的问题，来出其实是时间加空间，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动，时间加空间，啊，来去来出也等于是在讲来去啊，来来去去来去，各位从自己的家里来到这边。有没有时间的挪动前后啊？对不对？多少时间之前我们都还待在家里头，现在来到了这里，对不对？等到下午下课之后，又从这里是不是又回到家里头去？有没有时间的前后性？有没有空间的异动性啊？对不对？它是不是时间加了空间？啊，时间加空间，所以我们。这个第七章讲的是有时空动，那也为了要解释什么八部啊？那当然，第六章其实就是在解释八部啊。那进一步呢，就是这个针对啊，这四对的不二，那么再加强哈，从有的角度来看待哈，因为这个生灭牵涉到了有无嘛，对不对？啊。这个因为缘生而相有，对不对？而呈现出现象，那缘灭之后是不是就消失了？呈现出空空如也之相，对不对？而无啊，但是呢，有无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第一节啊，从有来看哈，那所谓的有呢，它是有物、有体、有法的啊，从物体法来看待啊。好，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对有的看法哈，中观与一般人对有的看法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啊，如何的不同呢？一般人以为有就叫做自性有，或者叫做自体有。好，那为什么会自性有、自体有？如果我们没有学过中观，是不是也很容易哈？就是直接这样子想，自性有、自或者叫做自体有，会觉得有就是有，有不会是无，是不是这样想？我拥有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很怕消失掉啊？我们就很想永远不变的去拥有它，哦，就会觉得这个有本身啊，是叫做自性有或者叫自体有，好，哦，那这个都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什么自性妄执，有没有？我们是不是有自性妄执啊？我们的自性妄执储存在哪里啊？我们的第七意识啊，哦，的杂染是不是就从自性妄执而来啊？啊，由自性妄执而来，所以它是我们的自性妄执，其实是具生我执，啊，与生俱来。当然，我们的具生我执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具生法执啊？对不对？第七意识的杂染，第八意识储存了种子的时候，是不是经过第七意识的杂染下去？啊，所以呢，那个因本身是不是也会被杂染到啊？啊，也会被杂染到。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自性妄执而来。那中观者怎么来看待？啊，会认为所谓的有，
不是，绝对不是自信有，是不是一直在否定自信有？因为认为自信有是我们的自信妄执，妄执表示自信是不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我们妄执出来的嘛。哦，同时呢，无自信也不是都无，无自信是不爱其为有的。我们平常讲缘起性空，性空是不是就在讲无自信？无自信能不能展现出有的现象？性空而怎样？是不是相有？相有并不怎样，不妨碍什么？性空。现在我想我们都已经熏习蛮久的，是不是？哦，尤其读了《中观经论》会更加的清楚明白。哦，那无呢？它也是不是性空的？哦，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缘起性空，它包括了什么？缘生缘灭嘛，我们透过缘起来看现象，缘起是不是包括了缘生？但是也包括了什么？缘灭。因为缘生而看到了有，是不是因为缘灭而看到了无？那缘起是不是也等于性空啊？因为缘起而性空，因为性空而怎样？缘起，这两者是不是都在讲同样的事情？有没有？哦，所以呢，有或者无，它是不是都还是性空的？哦，透过缘起来看待什么现象？透过性空来看待什么法性？哦，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法性会讲到空嘛，相会讲到什么有，虽然 它叫做相有，但是所谓的相有叫做相有什么差别，什么样的差别？有无的差别，是不是有 有无的差别？还有呢，外相上的不平等，是因为透过我执，透过具身我执，有没有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不是不平等啊？是相有差别的，不是平等的相啊。哦，所以呢，我们说透过啊，纵然现象上可以看到有跟无，但是它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叫做无自性，这样理解吗？啊，好，所以月称论师啊，这是后期的中观，初期的中观是龙树菩萨跟什么提婆，对不对？哦，那但是呢也视为了一段唯识学，是不是又起来了？唯识学起来之后呢，其实后期的中观又兴起啊。月称它属于后期的中观，不过月称它还算是比较以中观为正统的哈，就属于比较合乎中观的这个系统。还有轻便的话呢，轻便它是不是又加上了什么唯识啊？好，所以呢，月称论师他也讲有与有性，无与无性，他这个是不是还在做细分别啊？哦，做细分别哦，哦，也就是说有不表示有性，无，哦，确实是无性，但是有是不是还是无性啊？啊，这样知道吧？有不是自性有，这个是不是中观所否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不同，有没有？这是不是根本上的不同？中观必然是透过性空来看待的，透过性空是不是展现出有无来啊？对不对？透过性空而它可以有也可以无，无是不是也性空？有是不是还是性空？啊，这个是要，这很重要的哦。啊，所以这里就讲嘛，存在的事理可以说是有，我们看到了现象，是不是有的？啊，但是呢，跟有自信是不同的。有自信是不是错误的？啊，是自信妄执的。一般没有学过中观，啊，没有性空的概念，是不是很容易觉得有就是自信有，或者叫自体有，很容易落入这个部分。啊，无性可以是有的，有没有？对不对？有。所有的一切现象是相有的，它是不是本身就是性空的？这里的无性就是在讲性空，
对不对？一样都是否定式的符号，有没有？是不是在否定性？这个性就是什么？自性的存在。这个自性的存在是不是不可得的、啊、叫做什么？无性，或者叫做性空。好，那何谓自性的存在呢？哦，这里的自性的存在，我们常讲说是什么？它是单一，可以单独的存在，可以不变的存在，可以怎样主宰性的存在嘛？那这种特性来讲的话，叫做自性，这个叫自性。而中观是不是专门在否定这个自性的不存在？所以一谈到性，是不是都用否定式的符号？不、无、非的出现，是不是都在否定自性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这里为什么要用八不？是不是也在否定自性的存在啊？对不对？不二是不是在否定自性的存在？八不其实就是四对的不二而已嘛。哦、好，所以这里说有哈、哦，哎，无性也可以是有的，有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有它是不是也是在展现性空啊？我们看到的一切相有，是不是也是性空的？啊、哦，所以无性也可以是有的，有没有？啊、哦，跟与一切法都无的无是不一样的。的这个无，啊、哦，我们说无性或者叫空性，啊、哦，或者叫非性，是不是都可以啊？啊、哦，当然不是叫不性啊，哈、哦，不的话就比较不啊、哦，会讲性空，也可以叫性无，也可以叫做什么性非，对不对？但是很少用不。不的话可以用不二，是不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心经里面讲六不三对的什么不二、哦、好，所以呢 这里讲到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所谓的无性也就是性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叫做性空，对不对？我们常讲说这个空、哦、或者无或者不或者非，它不过只是一种什么否定式的符号，有没有？它不是空空如也的意思。这个是我们不断一直在强调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见到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有没有？为什么是空相？是不是从无相无性而来啊？是不是从空性而来的？所以常讲说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平等之相，有没有？平等平等之相哈。好，所以呢有与有性，无与无性，初学中观者应该要怎样？要辨别，能不能辨别？不管是有是无的现象，它是不是都是性空的、啊、所有一切的现象，它可以是有的相，也可以是无的相。为什么是有的相？是因为缘生的缘故，对不对？是无的相，是因为缘灭的缘故，有没有？它是不是都是符合缘起法啊、哦，所谓的缘起法，它是不是性空的？所以不管是有是无，它是不是都性空，都是无性啊、哦？所以有也是无性，无是不是也是无性？哎，啊、哦，所以呢，中观是不是专门在否定有性，不是在否定有的相哦？这样理解吧？否定啊、哦，否定什么有性？因为有性就是有自性，有自体。这个是不是中观一直在否定的啊？因为性空的缘故啊，性空的缘故，所以呢对有自体有自性是不是都是中观所否定的？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不同，有吗？啊，好，所以呢倒数第二行这里就讲，依中观者来讲的话，有是无自性的有，有吗？自性即啊，就即自性不可得啊。一旦谈到自性，其实呢它是怎样？是不可得的，有没有？也因为不可得，所以用否定式的符号、哦、好，所以一般人会以为有是必须有自性的，因为一旦有自性的话呢，就会变成是实有自性，是不是跟那个实体啦、实有自性会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不是中观专门要破的对象啊、哦、那所以中观者所说的无
是异灭的无，是生住异灭的过程，那个是不是也是一个缘灭的过程啊？所呈现出来的啊，这个空空如也之相嘛，啊，那无性呢，也就是自性无，有没有？是不是也就是性空啊？好，所以这些符号我们要自己能够转化，才不会一下子觉得为什么叫自性无，又叫做无性，其实都是不是在讲性空的意思？要把它归回来就是性空，因为我们所学的啊，波瑞是不是在讲缘起性空？性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有没有？啊，性空。所以呢，无自性就是性空的意思，无性啊，也就是无自性无。所以中观是不是在专门破除自性妄执啊？啊，一般人以为无性就是无，以为啊无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有没有？啊，所以中观所呈现出来的啊讲的无性啊，也就是性空，也因为性空的缘故，那么我们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有没有？是不是才能够罗列啊？就说所有的一切现象，是不是才能够森罗万象啊？能够瞬息万变，是不是因为性空的缘故啊？也因为性空的缘故哦，可以千变万化，可以瞬息万变啊。那所以呢，这个无性或者叫性空的这个否定式的符号，绝对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无。而是一种什么否定式的符号，这样能不能接受哈？我想我们熏习过很久，是不是已经渐渐的自然？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前面的熏习，要看这个是不是很困难呢？是非常的困难哈。好，所以呢，外人与中观者啊，名字同而意解不同，有没有？所谓外人就是中观之外的人呐。中观。如何的来看待自性，跟外人看待的自性是不一样，就说看待有是不同的，看待无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中观者直接从无自性下手，也就是透过性空展现出有无来，对不对？但是外人所看到的有，会觉得是什么自性有，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那一旦看到无或者空，就以为什么都没有叫做空，什么都没有叫做无，什么都没有叫做非，什么都没有叫做不，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样理解吧，哈。所以我们说，我们否定的是因缘的那个在因上头，而不是在现象上。因是不是更深细的？现象上是比较怎样粗糙的表象。好，所以呢，月称论师就帮我们分有跟有性，无跟无性，是不是它还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呢，来帮我们方便的来分别有与有性、无与无性的介说而已啊。那是不是一种细分别？这样能不能分别啊？好，那因为这里就讲到说，我们现在所讲的有。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东西，或者是物体，那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龙树论》就把它译为叫做法有，法是一切的现象嘛，对不对？法是不是所有一切现象啊？那法的那个范围更大，所有的法包括。看得见的现象是不是也包括看不见的现象啊？对不对？也包括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有不管是事还是理，一般都会以为它是实有的，那这是不是错误的？这是不是中观所要破除的？为什么会认为是实有？是因为觉得是自性有、自体有，所以会变成实有。那中观会不会把它当作实有啊？中观怎么看有？叫做幻有，是不是叫幻有啊？为什么叫幻有？明明有这盆花在这里，我们说，它很实在呀、啊。并不是说，看到了看得到而摸不到，它是既看到又摸得到啊。我们会觉得它是很实在的存在，
但是不是实有的存在，是不一样的。啊，何谓实有的存在？自性有，自体有，叫做什么？实有的存在。但是呢，它不是自性有，也不是自体有，是因为它怎样？透过我们透过中观，是不是正好在讲它无自性啊？啊，因为自体有或自性有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直在追那个什么最极微的那个元素，它是最小的一个点，所谓的最小的一个点，就表示它是不动的、不变的，啊，是实有的吗？说一切有不，它是不是也会把所有的一切归结在那个极微上头啊？有没有？有没有个极微的观念呢、啊？极微呢，他觉得那是实有的、哦。由实有来变现出这些来，啊，实有的。那但是呢，一旦实有的时候呢，那么其实我们说在无常的现象上有一些就讲不过去了，啊，所以呢，以说有一切有部呢，又会认为大体来讲叫做假有，有没有？说，但是他又把假必依实，有没有？是不是这个观念？啊，因为它有个极为实有的那个点，为什么我们一直离不开这个东西啊？那是不是从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自性妄执在作祟？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一直有自性妄执，一直觉得应该有一个单一不变的那种，甚至是可以去真实主宰的那个点，有没有？这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自性妄执所作祟，所以很容易又回到那个，就算它是假有。啊，说一切有不，他会认为一切都是有嘛？啊，那么虽然现象上他说这个叫做假有的，但是他认为假必依实，有没有？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他认为假必依实啊，依在那个实有的自性上面去排列组合出来，看到了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他为什么会是无常的现象？他说这个叫做假有的现象。这样理解吗？啊，所以我们说有不把它当作是假有的，啊，其实假有也只是讲表象叫做假有，他们的根本上是不是还是认为它是实有的那个元素，那个最基本的极微的元素，啊，那中观不是这样子看，是不是正好要去破那个实有的自性啊？啊，所以中观者会认为这个叫做什么？幻有的，是宛然有，有没有？而毕竟空，啊，宛然有而毕竟空，啊，是因为中观之外呢，都一直认为是实有的，乃至于中国，啊，这里也讲到中国称之为物，物就代表一切的存在，啊，那么这里就讲到哈，啊，有。老师哈，就举说，比方《易经》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啊，或者《中庸》里面讲到说，不成无物，成者自成也，有没有？的这个自成本身是不是也还是什么自性？还是自性？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有无始劫以来的什么自性妄执，是不是不断的在作祟啊？啊，那么中观是不是专门在破我们这些啊无始劫以来的自性妄执，所以一直告诉我们说其实它不是自性有的，乃至于这个自性是不是空的 啊直接从性空当中是不是就在否定自性的存在 啊所以呢这里啊也会讲到嘛啊，一般来讲的话，那么都会要求啊会有一个自有自成的一个东西啊，不管它是素朴的实在论或形而上的实在论，那么都会根据什么自有自成，那个是不是自性妄执啊？就是所谓的自性妄执啊。而且呢，这个有它会是一种最普遍的概念，会有强烈的实在性的感觉，是一般人啊认识上面极为基本的，有没有啊？非常根本的，是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有的一个习性，哦，那么这里说，不要说是现代文明人，即使还没有开化的野蛮人，或者知识哈，哦，智识还未开的幼童，他们凡是啊，哦，感觉认识的，都不晓得什么是假有，哦，那么
说只要是感觉会认识到的，都会觉得是真实存在的。就讲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很实在的东西就落在这里啊？哦，就会以为它是实有的嘛，对不对？一般来讲都会觉得是实有。哦，那但是呢，中观会告诉我们它不是实有的，它是不是幻有的？是宛然有而已哦。好，所以呢，要从这种实有而进步到所谓的假有，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哦，理解上的进步。哦，那么这里就导师举一个例子哈，哦，说小孩子不知道镜子里面的人是假有，所以就啊，哦，会对镜子去哈，哦，等于是可以有表情动作的反应嘛，对不对？会以为镜中的人是实有的。好，哦，那野蛮人，所以野蛮人就是这个未开化的啊，哦，还没经过文明的洗礼的话，那么也会认为啊，哦，就算是梦，他也会认为是真实的。所以呢，就常常要去解梦啊，啊，哦，或者根据梦来解释太多的啊。哦，就是来解释我们实际的现象，因为他认为他的梦是不是也是很多的巫术也是这样子来的，哦，有没有？哦，乃至于很多的神秘的那个比较神教色彩，啊，哦，以前我们说，哎，到仙那个什么仙宫庙去怎样，去梦是不是？那个叫我去，哎，等于是去过夜，然后看你梦到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哎。那也会觉得，哎，那梦好像是实有的东西，然后梦好像有什么样的启示啊？哦，说实在，我们说这个梦啊，它是根本就这个应该是杂乱无章的。我们说我们在生活上觉得这些这么样子的实有，当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回想一辈子，是不是也如同大梦一场而已啊？那又何必去解梦啊？是不是？那个梦是不是还是梦，大梦中的小梦而已啊？哦，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些东西都是好像明明存在，又觉得好像实际的存在，觉得它的存在是不是很实在啊？但是呢，以中观来看待它，这个东西不叫做真实不变的，它是不是也是会变化的？会不会变化？也因为变化，所以我们说它不实在；也因为它不实在，所以我们说它是怎样？是不是宛然有啊？哦，只不过是这段时间能够怎样透过成而安住嘛。但是之后是不是会坏啊，然后会空嘛，对不对？沉住坏空是不是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哦，这盆花是不是也会沉住坏空？哦，中观是因为它比较能不是停顿在现前，而它还能够预见未来，是不是能够预见未来啊？而不是只有啊，哦，这个局限在什么眼前的那个现象而已哦。好，哦。好，所以呢，老师也讲，不只是小孩或者野蛮人都有这种实在性，啊，实在感，也就是自信感，就算是动物也一样哦，啊，也都很多东西是不是它也会占为己有啊？啊，那种占为己有其实也都是那种啊自信妄执哦，因为我们自私自利的泉源是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具身我执啊？那我们讲具身我执，是不是也它的来源就来自于什么自信妄执嘛？自信妄执，好，哦，好，所以这里就是讲说，像人类，啊，哦，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所谓的这种实在的直感，直接的感受，啊，哦，那么在我们115页的倒数第六行，人类由于知识的增进。从幼年到成年，从野蛮到文明，在日常的经验当中，就会渐渐的去察觉到、认识到的不一定都是实在的。哦，认识到的不一定都是实在的。导师也举例说，就如同画饼充饥，有没有？画饼充饥是可以画个饼，但是这个饼并不是实在的。啊，确实可以经过我们的心理的运作啊，那么。或许有一点饱足感，但是那个都还是短暂的。好，那么所以呢，这里哈，啊，导师就讲，在人们的认识上就开始会有了所谓的假有跟实有的概念。我们本来会以为是实有的，慢慢会发现这是不是假有的，啊，因为它不是那么样子的真实不变的。
哦，并非真实不变。所以我们说从实有其实要进步到什么假有，假有是一种进步，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文明的洗礼，没有经过知识的啊，这个增长的话，我们是不是都会以为它是实有的？啊，慢慢的我们会去察觉到说，哎，它可能是假有的。啊，就像镜中的人，他不是实有的，他是假有的，对不对？啊，所以从实有而进步到什么？这个假有。好，啊，好，那。就像在116页哈，说比方像一些颜色来讲的话，啊，像这个有青色、有黄色等等，似乎是千真万确，但是如果透过科学的啊的这种探究来讲的话，那这些也不过就是一些光波所呈现出来的嘛，它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啊，所以一的经验啊，一认识经验呢，会从浅到深。那么就会渐渐从实有而达到什么假有，哦，所以我们那种实有的感觉往往先从表象，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这盆花很实在，在这里不仅看得到还闻得到还摸得到，我们是不是觉得它是实在的存在，以为它是实有，哦，但是我们说，哎，透过经验啊，这，哎，会发现这盆花不是永远不变的摆在这个地方，它也会怎样从含苞到开放，开哈，哦，到盛开到什么凋谢嘛，对不对？它也不过是什么，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假有的，啊？假有是不是深一点的去看待啊？啊，哦，也因为有假有的概念，其实我们才可能去去除我们的什么那种实有的观念。尤其不只是外向上的实有，我们的最可怕的是。很深的去认为那个自信实有，有没有？那个是不是自信妄执啊？好，因为没有假有的概念的话，我们很难去阻挡。我们会觉得外相是实有，那必然它应该有一个有那种最基本的元素的存在嘛，对不对？啊，所以纵然是这个有部说一切有部啊，他也承认说这个叫做假有，啊，确实呢，他还是。认为它有一个什么，有那个最基本的什么实有性，啊，假必一实啊，假必一实，哦，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总以为物质的根源是不可吸、不可入的实体，有没有？那个是不是就是极为的那个东西啊？哦，那现在来讲，渐渐的会知道，啊，就算是电子。电子它都还是太阳系的那种方式，哦，我们最极为的东西它都还不是坚实不可没有任何空隙的，它是不是还是有空隙的，哦，电子的那个环绕是不是就像地球绕着太阳，它还是有空间的，哦，那不是弹子式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丸子而已，哦，我们会如果去找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点，应该它是密实的东西，好像一点空间都没有，哦，是可以实在而不变的，哦，因为那个极微，我们会觉得会想象说它非常非常小小小小到怎样，都已经不可再小，那会不会好像感觉它是实在的东西？但是说实在，我们说，哎，再小小小小到电子来讲，它是不是还是有空隙，而且它还是动态的，哦，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不可变的，对不对？它是不是还是在变化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去怎样？要去破除这种实有性啊。那要去破除这种实有性，也就是要知道它其实不是有实在的本体啊。那所以呢，导师也讲说，从素朴啊，在116页的倒数246第六行，有没有？从素朴的常识的实在到形而上本体的实在来讲的话。永远的死在什么实有恶见之下，有没有实有的恶见，哦，那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种实有的这种观念是不是还是因为我们有无始劫以来的自信妄执 的问题啊，有没有旧有啊，实有的恶见其实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自信妄执哦，
所以呢，不仅我们会去探讨物体的存在与否，并且在时间上我们也会去追时间最短最短的叫做刹那，有没有？也会觉得那个刹那应该也是一个单位，既然是一个单位，它就必须是不变。那实际上呢，这个刹那它也不是永远不变的那个最基本的点，并不是哦。好，所以我们在时间会去找，好，我们在空间上是不是去找那个端点，物质的端点？在时间上，其实我们也会去找那个最小的那个时间的单位。好，所以呢，在时间上面也去追此哈，去追求啊这种实在的根源呐、啊，也就是物的什么本源性哦。然后再透过这个本源来发现它的万有。好，就像数论学者的自信说，啊，这个是在时间上面，啊，时间上面。那么在空间里头也会去分析到这个事物，啊，乃至事与理的不可分析的那个直数啊，啊，以为一切世间的和和相续都是从实有的直数所形成的。那实际上中观是不是专门在破这个部分呢、啊？啊，在破除这样子的一个实有的执束感，啊，这个都是必须要去破除的。那因为在佛陀那个时代，是不是有六师外道啊？啊，有六师哲学，那会有所谓的，比方像这里讲到有数论学者啦，有圣论学者，啊，圣论学者里面的这个组织论啊，就是在讲那个。在空间里面的最小的元素，好，所以会有时间、空间，我们是不是都会去寻找那个最最最小的基本的元素，也就是那个实有的自信？那实际上呢，这个是找不到的，啊，所以即使不从空间去考察，啊，那么在。直对诸法的这些认识上，也会觉得现象内的本体的存在，也会觉得纵然这些现象它应该都还有那个基本的那个本体的存在，总说呢，追根究底来讲，都是从什么自信有的寂执而来，有没有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什么自信妄执嘛，我们都认为有一个单一而不变的而真实能主宰的那个基本元素，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说佛陀其实一直在破我们这个部分，有没有啊？所以佛陀佛事的时候所讲的这个，是不是也就在讲因缘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是不是在讲彼此？一旦讲彼此的时候，是不是就在破单一啊？讲彼此互动呢，也在破除不动，对不对？讲彼此之间，是不是也在破除它的那个主宰的特性啊？它是互动出来的，不是谁主宰谁，不是彼此之间的主宰，不是，而是彼此之间怎样互动出来的因缘法，有没有？啊，所以到了。这个原始佛教乃至部派佛教，是不是也还是在讨论的是因缘法？啊，这个从阿含到阿毗达摩，乃至到初期大圣，是不是就透过性空？啊，所讲这个是佛法中的什么？这个主轴跟精髓之处啊，啊，都在破除我们的什么自信妄执。哦，那这种自信妄执，也就是从现象植入内在的直感实在性而来。有没有看到这句话哈？这句话我们好好的去注脚，因为我们会从现象，我们都从表象，因为我们习惯是不是看表象？啊，就算我们说啊，我们不要只有看表象，我们去植入到内在的时候，是不是又会觉得说它应该有一个什么？实在的实有的自信啊，那是一种直觉的，我们直觉应该啊，照说应该会有一个什么实有的自信的存在，这个叫做直感实在性，那个是不是就是自信妄执？其实就是自信妄执啊，所以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宿世以来的习性啊，所以呢这种实在的直感啊，就本于认识根源的什么缺陷性。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很根深蒂固的，而且是无始劫以来累积过来的习性，我们都习惯这样子来思考。一旦这样来思考，我们所认识到的啊，所认识的这一切呢，那么这个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它这种是一种错谬的什么观念啊，是一种错谬的观念，它是一种缺陷性啊，也会成为我们人类乃至于众生啊普遍牢不可破的什么成见啊。所谓的成见，就是在讲我们的自心妄执啊。虽然因为意识的经验推辞而渐渐的去理解了一些，但是终于还是不能彻底的来掀翻。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来掀翻呢？超凡入圣，是不是啊？要到超凡入圣才能彻底的掀翻，而且真的去翻转过来，而且从迷而达于什么觉啊？这是不是由迷达到觉的一个最很重要的，由凡达到圣的一个大的很大的关键，是不是就在破除自心妄执啊？所以我们说超凡入圣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不是在破，在先要怎样能够解决我们的三劫？有没有？有没有三劫啊？啊、哦，何为三劫？我们五顿时里面的什么疑，对不对？疑劫，五力时里面的什么戒禁取劫，啊、哦，五顿时五力时里面最难最难就叫做我见，对不对？或者叫身见，我见身见的根源是不是就是自心妄执啊？其实就是自心妄执啊。哦，也因为自心妄执而让我们迷在什么现象上，对不对？也因为能够破除我们的自心妄执，我们是不是才有机会觉醒过来啊？所以我们觉要觉在什么法性啊？我们迷在法相上嘛。哦，如果我们能够觉在法性的时候，我们对现象是不是才有觉的可能啊？哦，也才有觉的可能性啊。哦，所以呢，要能够彻底的掀翻啊、哦，然后由迷而到觉的，就是要在什么这种超凡入圣啊、哦，到入圣的时候才总算是彻底的啊、哦，而且是了然于眼前的啊、哦。这个所以呢，这里想象说这个假币一时有没有？这个是不是都还是我们的自心妄执？从认识的现象而直觉到内在的真实啊、哦，认识的现象我们可以知道它是假有，但是却很不容易去拔除的是我们这个内直觉内在的那种实有性，也就是我们的什么自信妄执啊、哦，自信妄执。所以这里讲到说，不必是时间的始终追求，也不必是空间的这个终边分别啊、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时间上，我们是不是去追那个起始点啊？那是不是也是单一性端点的概念啊、哦？会觉得哎，我是从我的上一辈子来，上一辈子从上上辈来，就一直追说，那我的第一辈是什么？第一辈子是谁？有没有？哦，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画了竖线，是不是就很容易放下这个部分呢、啊？啊、哦，是因为哎，他反正没有起始点嘛，对不对？没有起始点，而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比较愿意欣然接受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光是凭空想象，我们会一直想要去追那个我的第一辈子到底从哪里来，是怎么来？但是我们说，哎，这个第一辈子总不能无中生有啊，对不对？要追到第一辈子的时候，它就没有时间性了。所有的时间性是不是一定有前后啊？第一辈子就没有前了，只有后没有前啊，那是不是已经消失了这个时间性？所以没有第一辈子，没有那个端点的。哦，是没有这个端点的，所以不用去追它的始终。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无始劫以来的过去式嘛，对不对？哦，乃至到无尽的未来。哦，那在空间上呢，哦，空间上呢，我们是会不断的想要去怎样透过空间哈、哦，等于透过物体的这种扩展。哦，就像我们说，哎，空间
来讲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好像是有边的扩展，哦，有边的扩展，所以叫中边分别。那么所以呢，这里说不能不是啊，直觉内在实有的。那么唯有佛法啊，在寻求此自性而急于怎样不可得，有没有？哦，所以呢，这个自性是不是它是终究来讲它是不可得的？哦，来彻了一切为假名有而已，对不对？性空为名系是不是专门讲这个啊？中观就是性空为名系嘛，对不对？性空就是在破除自性妄执。那为什么这些都是存在？这个不过假名而有嘛，这个叫做花，这个叫书，这个叫桌子，叫什么的？但是到了国外，它的名字是不是又变了？啊？啊、哦，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就算不同的地区，光这个台湾，我们说，哎，这个南腔北调，是不是都不一样啊？光是方言的那个发音方式，都还不一定完全一样呢，对不对？所以名称本身是它是不是还是假有的，只不过是施设出来的嘛？啊、哦，叫做为假名，有没有？嗯，彻了一切为假名，啊、哦，只不过假名而有。对不对？只是名称的存在而已，所以名称呢，也不过是一种沟通的工具，是不是？啊、哦，它不过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哦，那一切毕竟空啊、哦，一切毕竟空，有没有？所以我们说，以中观者是不是看待所有一切的现象？我们说只是宛然有而怎样，毕竟空，而性空的，啊、哦，那这个。透过性空，其实起码先扫荡我们的什么一切有情所同病的，哦，有什么样的同的病啊？也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自性妄执，对不对？哦，只要是有情众生都有这样的问题，哦，一切有情所同病的，也被人啊、哦、看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戏论。那这个戏论就是什么？根本的自性妄执，有没有？哦，所以我们所有一切有情所同病的，也就是什么？自性妄执。哦，而且这个是无始劫以来就有的习性哦。哦，那中观就是在彻底的体认一切法的实相。何谓一切法的实相？就是一切法的实际的真相啊。哦，真理的现象嘛，真理的现象叫做实相。那这真理的现象是透过什么？无自性而缘有，是不是？它是不是性空而怎样？而缘起，缘有，缘有而无自性。哦，它这个缘有，也就是在讲缘生嘛，是不是也自然会缘灭啊？原因为原有原生是刻意的去造作，有没有？他是不是刻意的去造作？到缘灭它是自然产生的哦，所以缘起法它不只讲原生，是不是还包括了缘灭？哦，那因为原生而有，而看到了有，哦，所以叫做原有哦，原有而无自性的这个中道，有没有？原有而无自性。哦，是不是在讲缘起性空啊？所以我们所讲的中论，是不是在阐发中道？哦，这个吐之于口，有语言文字叫中论，对不对？如果能够观想的叫做什么？中观，是不是要依据中道？那何谓中道？是不是还是离不开所谓的缘起性空啊？哦，尤其重在什么？性空上头。所以这里纵然在讲有，其实他是不是一直在表达什么？无自性，自性的不可得，叫做什么？性空，好吗？无自性而缘有嘛。所以这个有是不是因缘而合出来的、啊、的有？但是因为缘生而有，是不是也会缘灭而无啊？啊，也还会缘灭而无哦。所以我们不这个看有。不会把它当作固定不变的，它是不是只是一种幻有啊？叫做宛然有而毕竟空，那才合乎所谓的原有而无自性的中道。好、哦，
好，我们这节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